管军这人本质不错，为人也不错。庆庆走了，你当他心里好受吧？他不也一天比一天的难熬，一天比一天着急，一天比一天绝望。你是要跟他过下半辈子的人，你就不能说句原谅的话？你知不知道，一个男人，你这会儿对他说一句原谅的话，他能恨不得为你去死。怎么就非逼着他出去找人去？这中国这么大，13亿人，他开一车哪儿找去？我还要告诉你，如果管军真因为这事儿不再回来，胡小玲，你后悔一辈子。不信你看。我这也来不及了，我得上班去。我也想过了，我总不能一直不去上班吧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小玲，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昨天晚上回来的，妈都知道了。孩子还没找到啊？你说管军这小子，你太不懂事了。你别跟他计较啊，他不懂事儿的。你可别跟他离婚呐，玲。你听妈说，妈，这俩，您先回去吧。不是姐吧？啊，回家吧，不能离婚呐！回去吧。他不懂事儿，你别跟他一样的。来。来，小林子，我看你在这儿转了两天了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，我没事儿。哎呦，我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是出来旅游的。骗谁呢？出来旅游就你一个人？再说了，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玩的呀。就是，我就随便转转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，好吧？嗯，不，谢谢。嗯，欢迎收听974路况信息，祝您一路好心情。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海滨经济频道现在插播一条寻人启事。江庆庆，男，15岁，身高1米7。蓝星音乐娱乐台上身穿蓝色 T 恤，现在播报一条寻人启事。绿色运动江庆庆。哟，小兄弟，还在这旅游呢？我想打电话，我钱丢了。哎呦，钱丢了？什么时候丢的？刚才。早就没钱了吧？我看你这两天没吃什么东西，光围着饭店转了好几圈了。说实话，是不是跟家里闹别扭？没事儿，你家哥哥呀，也是跟家里闹别扭才出来的。可是你想想，出来得靠朋友啊。跟哥哥出去吃点东西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好吧？不用了。好好干啊！哎，过来，
快点。对，你他妈认真点，听见没？江庆庆，15岁，身高1.75米。又到了我们朝阳音乐交通台的时间了，现在播报一条寻人启事。朝阳交通台，江南的朝阳音乐台，现在为您播报一条寻人启事。姐姐，这两天表现不错啊，今儿就给哥露一手。看见从银行出来那个女孩没？把她给偷了。快去呀！哎，回来。记住了，要是敢跑，知道吗？去吧。小心你的钱包。军哥是都交代好了以后走的，他说这段时间都不来公司了。他打过电话来吗？昨天来过，让汇点钱到他账户上。他昨天在哪儿啊？他没说。我去给你煎去吧，我去给你煎去。你干什么你？你摔了干啥你？你赔，你赔！我去！行行行，我赔你，我赔你。你赔我孙子。你陪我孙子。服务员。先生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我没钱付账。您看怎么办吧。
谁这么大胆啊？跑这蒙吃蒙喝来了？就是你啊！要不然您打我一顿得了，我刚吃饱，扛得住。胆儿挺大的呀。要不然我给您干活还您成吗？合适，不过青青找着了，回来了。啊，没有。没回去，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去福建的路上。别再往远看了，回来吧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说别再往远看了，回家吧。不可能，庆庆回我就回，庆庆不回我不可能回去。没什么事我撂了啊。哎，别挂，别再找了，回家吧。听出来了，冠军。啊，你别找了，赶紧回家吧。你这么着找找不着，不回，找不着庆庆不回。那也不能为了找不着庆庆，你就永远这么飘下去，永远不回家，永远不见小玲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找不着庆庆，我就不回。我见小玲干嘛呀？这日子不过了，这么过也是日子。不回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走了啊。你去哪儿啊？奔西。冠军，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劝吗？建明啊，你这当爹的对我就一点埋怨都没有啊？我想让你回家。你还不如骂我两句，捶我几下，我心里倒好受点。建平，哥们，对不起你。该回家就回家。我真想给你跪下。
你自己看看，这是第几回了？那您从我工钱里面扣扣扣扣扣扣，就你打工那点工资，不够赔我一个盘子的，滚！玩够了是吧？逛够了，知道回家了。嗯，啊，还够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有人没让我大嘴巴抽你。一个月吧，你知道你妈有多着急，我有多着急啊？你管叔叔有多着急？你知道吗？婉君为了找你，这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。这不昨天刚离开广州，又奔西边去了。邓玉腾也不要了，钱也不挣了，都为了找你。是，管军冤了你啊，他打了你，不就一耳光吗？一个男孩，你连这点委屈你都承受不了吗？这些日子在外边闯的，看你这样也没少受罪吧？委屈吗？啊，容易吗？一个男孩遇着事儿怎么着都成，就是不能逃。一个男孩子，你应该永远用胸膛去面对一件事，而不是后背，就像在战场上一样，你挺着胸膛上，还有个你死我活的，你给人后背，你不请等着死吗？你，哎，建平啊，别骂孩子了啊，来，请你吃饭啊，多吃点啊。谢谢阿姨。哎，不客气，吃吧。手怎么了？烫的。给，不是让你摔几个跟头吗？有几个疤，你不知道谁深谁浅，你也成不了人。慢慢吃。喂，建平，青青找着了。啊，找着了。哎，找着了，他回去了吗？在你身边呢吗？在我这儿呢。哎，找着了，好，找着了，好。哎，找着了，好，找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找着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。啊，我在重庆呢。你赶快回去吧，啊！啊，对了，别再开车了，你就把车搁那，回头找一个司机往回开。冠军，你听我的行吗？别再出事儿了。我现在真的是怕再出事儿。一定记住了，把车搁那，别往回开了。你赶紧回家等着。好，我回家等着。我把车停这儿，我不开了，我立马飞过去，飞过去。
建平说，你应该前天就回来了，从重庆飞回来，咋没回家呀？哪个家？你还有几个家？我就住这儿，沙发。为什么不回家？说实话，小玲，我不是一个不经事儿的人，可是这次庆庆这事儿，真的把我吓出一身白毛汗，一辈子都干不了的白毛汗。我就想啊，这庆庆万一要是找不着了，怎么办？那我就一辈子陪着你，给你当牛做马，怎么着都行。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这想法特别天真，给你当牛做马我也还不了这债。幸好庆庆回来，真的我松了一口气，松了一口长气。谢天谢地，庆庆回来了。那现在回来了，我谁的债也不欠了，我无债一身轻。那个家我不想回了，真的，小玲，我怕了。我想了又想，我想了又想。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想让咱们俩离婚，那就离吧。房子我不要了，给你和庆庆住。这两天我就把杨恩和我妈接出来。你拿点主意了？啊。我本来不是这意思，建平他们都劝我，说我们应该过下去。那是他们的意思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说的就是我的意思。那房子我不要。我说了给你就是给你了。我说了不要就不要。我会单位开介绍信。明天我在家门口等你。你儿子跟媳妇要离婚，你不是更高兴吗？让你儿子找一年轻的，你把小玲还给我送回来。送回来干啥呀？啊，嫁不出去。整天在家陪你这老东西，都闹，都闹，一天消停日子都不让过，这都是闹什么呀？他们俩这谁跟谁要离呀？他俩都要离，不能，肯定是你儿子要跟小玲离，是你儿媳妇要跟我儿子离，不能。我早就说过三天新鲜，新鲜劲儿过去了。你儿子这是要辞旧迎新呢，我告诉你这不成。不是你成不成的，你跟我喊啥？也不是我要理你，你跟他们喊去呗。我不冲你嚷，我冲谁嚷？儿子是你调教出来的，你天天跟他们在一块儿，你管了吗？你什么都不管。现在他们要离婚了。你找我，你找我还有什么用？你哭，你哭吧。哎，你再哭一会儿，人家给车都盖上了，离了，我看你咋整。不成，我得找他们去，我找他们去。哎，等我一会儿啊。
点，你别卡倒了。那什么，朝这近点，走这边啊。能啊，你跑不动那玩意儿。歇会儿。哎呀，那什么，亲家母啊，赶紧打个电话。打个电话，我拨通你说吧。哎。市管军吧，你把电话给小玲。来，郭小玲，你等会儿啊，妈电话。喂，妈，小玲，小玲，听妈一句话，别离婚，别离，不能离。你把电话，再给管军。啊，管军呐，听大妈一句话，不许离婚。儿子，不能盖戳去。不许，不能盖戳。啊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念啥？你俩不能离呀？你看你妈都倒地下都瞎抽了，快来吧！哎，都抽了！哎呀妈呀！快点，妈抽过去了。在哪儿啊？干嘛呀？哎，让人醒醒来！哎，亲家母，哎，醒醒来！哎，怎么样了？妈，快快快快！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来来来来，别动，来来给我。怎么了，妈？这是？对呗，快，没事吧你？没事儿，我这是急的，血冲脑袋了，我让你们俩给急的。我不上医院，我上回上医院弄怕了，妈送我回家。小玲，赶紧说，块盖了吗？没盖呢吧？手续没办呢吧？啊？没呢。这就好了，我松一口气儿。不许离婚，啊！你们俩都叫一声妈，啊？妈。妈，这不结了吗？不冲小玲，管君，管我叫不着妈，这不是还是一个姑爷，一个闺女吗？拉上。拉上。既是两口子呀，就是最亲的、最热的，谁也不许给我耷了脸。俩人得胸贴胸，背靠背的，往下口数九寒天。谁再给我一个冷脸子试试？其实啊，人跟人呐，就是手拉手这么简单。你想想，亲家母，细想想，好些个事儿，不就这么简单吗？什么时候横眉冷对了？你再看看那手，那肯定是攥着拳头呢。什么时候不攥拳头了？你再看看那个手啊，肯定是松快了，不生气了。哎呦！要都是手拉手，不就天下太平了？天下太平。想想，好些事儿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啊，就这么简单，是吧？现在咱们俩就成两家人了，真是不明白，你说怎么跟魔怔似的，怎么就奔着离婚去？
非要离婚。不是你干嘛非要跟我离婚呢？是你非要跟我离婚的呀？啊，那么拦我都拦不住你，你怎么非要跟我离婚呀？啊，你是不是嫌我老了非要跟我离婚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你非要跟我离婚你？你跟我离了，你找谁去啊？啊，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人呢？你想，你不要脸！我要真跟你离了，谁都不娶，当和尚去。真是哈、啊，想不明白。你说挺亲挺亲的，就魔怔似的就奔离婚证去了，压根谁心里都不是那么想的。哎，谁还就不让着谁哈、哦？就是，你大老爷们儿，你不让着一女人，不让着，你好意思吗？对，是我不对，该打。对，对对。嗯，这回他给搂紧了，不撒手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我规章制度规定好了啊，再打架动手都行，就打死了也不许再提离婚了。真要是离婚，你说你上哪找我这么好的男人，这么优秀，这么潇洒，这么仪态万千，风流倜傥，不要脸，送你的，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骑吧。我骑得着吗？叔叔特意给你买的。你不是爱玩什么车技吗？我问了，这是专业玩车技的，最好的。我不要。你要叫我就为了这事儿，我走了。青青，怎么着还不理我？打算一辈子就这么跟我生分着？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，多少次在这路上碰见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像陌生人一样。青青，你觉得好吗？青青，咱俩要是一辈子这样的话，那可太没劲了。咱们都是爷们儿，我不喜欢冷冰冰的。就是，哪怕我以前我伤害过你，那我今天给你赔个不是，行吗？你不管我叫爸都行。就是不能不理我，我没不理我。那把车接上，我不要。倩倩，这是你爸专门给你买的，赶紧接着啊！听见没有？哎，不要脸！别，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，你别参与。那我回去了，妈。来，嗯，煎饼，这后爹难当啊！你说我这后爹难当吗？是因为俏俏小，这讲道理讲不明白。哎，你家庆庆大，讲道理一样讲不明白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不是亲生的就不是亲生的。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改是来不及了，上了贼船了。下辈子碰上哪个女的，我都白头偕老，我可不给人当这后爹难当。不对，我就不信啊，这不是亲生的就不亲，还是咱们没做好啊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您快教教我。你还是先让俏俏管你叫爹了，你再来教我吧，行不行？你拿话激我啊？我不是简明，我不是激你。你这儿子挺难弄，你说那么高大个子，眼瞅着再过两年我动手我都打不过他了。有道理讲道理，动手干嘛呀？这动手不是本事。可是那时候我情绪什么样你还不知道，不是一般二般的不好。这一激动动手，这孩子原来跟我多铁，一巴掌给打毁了。真说起这事儿了，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，不是滋味儿。看见儿，看见儿，嗯，老公死刑执行了。
是逼的还是怎么的？都是死，有关系吗？有。逼的。就是想知道，在那耳朵那么聋，死的时候能听见枪声。估计他还是听不见。也好，什么都听不见。心口突然间一疼，像被蚊子叮了一下，就走了。人能在无声无息中死，能无声无息的死去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文娟。情谊也好，总之我理解。你不理解，谁都不理解。我对不起了。没有，他就托付我一件事。我没看住你哥，让老虎把命给送了，对不起。我理解。我理解。哎呀，老婆，我想不明白。你说，老虎为了你可就把命送了。他算不算是一条汉子？我不知道。你说就这么死了，值不值了？